力。喜欢古一的朋友们，记得点一下我们右下角的关注，谢谢大家的礼物。然后也关注一下我们的993，关注一下我们麦序上的主播，然后也预约一下我们的五行五秀嗨翻天。现在是不是已经12点了？我差一点，我刚才要上来的时候，我差点说成大家下午好。真的，我就是刚差点就说成大家下午好了，然后突然之间反应过来，然后我一下想，哦，好像是晚上哦。来吧，我先给大家跳第一个舞。啊，大家记得帮忙点点心，点点心，点点心，谢谢谢谢。好的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我看一下我第一个舞给你们跳什么呢？跳这个吧，我好久没跳这个了。我给大家先跳这个，希望大家可以喜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大家礼物，谢谢。下来，好奇怪，好奇怪啊！突然之间没有音乐，好奇怪，太远了，看不清楚。那我等一下站近一点，好不好？我们等一下，我就站近一点，我不站那么远了。我们这里有三个舞，你们看，你们想看哪一个？想看一分一秒，还是想看冰冰，还是想看初恋？对，你们想看哪个就在公屏上扣出来，我们看一下啊。我们就是跳你们选的那个舞。谢谢木哥，谢谢所有送礼物的朋友们，谢谢你们。反了，反正你们看得懂就好了。来，三、
二一三二一停。第一个是什么？一分一秒。好，收到。好了，我就给大家跳一分一秒吧。我给你们跳一分一秒。你们忽略掉我头发吧，我这边比较热，头发乱七八糟的，我就只能把它扎起来了，因为太乱了。好了，你们接着帮我点一下心好不好？我们尽量点到2000以上。我的遥控器呢？我感觉我的摄像头有点往高了，找不着了，就先这样子吧。我找不着我的遥控器了。好，谢谢我，你们手速好快，你们手怎么那么快？快一分一秒。我先从这个后面切过去，加油！把你们最快的手速拿给我看一下。好了。
是四川人，四川成都的。你们有去成都玩过吗？谢谢别冒雪，有去成都玩了吗？我先问一下，有没有去成都玩过的？就是那个很喜欢吃辣椒的地方，下次你们过来，我请你们吃火锅，但前提是你们得吃辣。你们是不是主播是哪里的，你们就是哪里的。我都懂你们，主播你是哪里，我就是哪里的。你在哪里，我就在哪里，我就在你家的旁边。我喝口水，喝口水。广元武侯区，你们是不是就只知道成都一个武侯区啊？还有就是成都现在不叫麻辣烫了，现在叫冒菜，麻辣烫已经过时了。我给你们反过来吧，来，这是我下一个麦序，即将给大家，就是穿的衣服，你们想看哪一套，就选一下，一个是紧身的 T 恤，一个是一个裹胸，但是裹胸的话会有一点那个什么什么，所以会加一个小外套，啊，其实我体型差得很，好，来我们看一下，你们想看我穿哪套，在公屏上使劲的扣出来，来，三二。一停，那我就只能穿裹胸加外套啦。我们就要听从这个什么呢？啊，你们还没有点到2000呀？在成都工作，好了，我们就跳冰冰算了，还剩一个，我们跳冰冰好不好？跳第二个。还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，鼓励点下我们右下角的直播通知。打个勾就可以关注我了，然后也关注上我们麦序上的主播，关注一下我们的993，让大家都帮忙点点心，点点心，点点心，搓一搓，搓一搓，搓一搓。牛仔裤穿的太热了，这两天，你看我都热死我了。好了，给大家跳这个舞吧。你等一下。